小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回到 Story Time with Jing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读小波去购物，作者 Eric Hill。 小波要去买什么东西呢？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有一天，小波跟妈妈一起去超市买东西。你看，他有自己的购物车，他的购物车是小小的。妈妈手里还拿了一个购物清单，上面写着他们要买的东西。小波的妈妈说：小波，你想要果汁吗？小波说：是的，妈妈，但是我们可以自己做果汁吗？小波拿了一袋子橙子，想要自己做果汁。小波的妈妈说：我们需要一些早餐麦片。小波说：我会去拿。小波很快跑过去拿了，你看这一盒早餐麦片，感觉快要掉下来了。我的妈呀，小波！小波的妈妈说。小波说：我只想要一盒早餐麦片，所有的盒子，所有的早餐麦片盒子都掉下来了。还好小波没有受伤。妈妈吓了一跳。小波的妈妈付了钱，然后就准备回家了。你看他们买了好多东西。小波说：妈妈，我喜欢和你一起购物，我喜欢可以帮你买东西。我们明天再一起去买东西吧。小波还想要去超市购物。小波去购物。小朋友，你喜欢我们今天的故事吗？不要忘记订阅我们的频道哦。 Thanks for watching. If you like our story, don't forget to give us a big thumbs up and subscribe to our channel. I'll see you next time. 再见。